又是我们 Banana UK Deco 的时间。在英国置业之后，如果你想提升生活空间，除了可以在花园向外扩展空间之外，其实都可以考虑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屋顶位置。在屋顶位置最常会改建成为一个杂物房，只要铺上地板就可以将空间变成方便储物的地方。另外，如果屋顶空间够大的话，只需要加强负重，在屋顶加建一个 dormer 就可以成为工作间或者是睡房。要注意的是，所有这些的家居改动不单只能够为你增添空间，日后如果你想将房屋售出的时候，这间屋都会更加值钱的。如果你都对屋顶扩建有兴趣的话，欢迎联络我们 Banana UK Deco 免费索取报价。